哎，这个声音，哇哈哈！我觉得他们听得到就算了。哎，录制没错，对啊，录制没错啊。嗯，很奇怪、啊。为什么要叫娃哈哈？因为他会娃哈哈，娃哈哈，娃哈哈。我把它载下来，变成我的手机。太奇怪了，都没有。哎，现在有了，有声音了。对，现在有了啊，有了，好想把它变成我的手机铃声哦。哇，那你的手机就会一直笑，哇哈哈，就等了，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哎、欸，你们去看浦原智美她的第14个声音。浦原智美是谁啊？就是娃哈哈。哦，娃哈哈。他的第14个声音就是娃哈哈。好，我来听听看。让大家丢定力。那是赫赫学员。他的第14个声音 voice。哇，哎、欸，还有78个哎。因为他还有包含所有的E牌跟那个，就是连线那些的那个音效。这样应该不会有回音。娃哈哈。啊，对不对？娃哈哈。超夸张。啊，门庭有看吗？不。哎、欸，对耶，放 LINE 的提醒声，哎、欸，对耶，好耶，放 LINE 的提醒声，我现在一直在娃哈哈了。好了，我调好了。好了好了，只会记得他叫娃哈哈，没错啦。对，好了，我要连线了，我要连线了。喂 ，Hello， 知心大局，臭兔子。好了 ，OK 了。怎样？知心。好了，开了吗？开了吗？早就开了，我一直都没离开啊。没问题。哦、我想说，你刚刚会不会去听娃哈哈？等你们。欸、我的水了。很后滑，很难打。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跟那个一样开挂、嗯，就是不用怕，那个是一直杠、這個。我们现在已经懂他们了。哎、欸，这样我玉成要不要先换、啊？玉成能力是不是要点高那个抗压？我都点了，我点了超平均。算了，我没关系，不用怕。反正这只没有能力，我就立直嘛，白痴啊！我这只没有能力就立直。我进了。有能力就按听，那就够了。哎、欸，我还选角。在哪里选？哇，你用光荣照的魔王。哎、欸，按错了，在哪里选桌啊？桌子要在上一页选哦。冷透。那就来不及了，桌子就随便吧。那我还是用它吧。没错。哇，你要用它。没错，他超强的、啊。他的声优超难听，不是难听的、啊，他是听起来最 man 的那个、欸。好了，够了。连那个男装的那个都没有比他 man 那个声音，真的哈、哦。你有没有看过他们对话？他是大叔哎、欸，就是大叔啊。哦，有人买到了。好了，我们来买啦。我们来打中秋快乐，打豆花喽。哇，一手好牌啊！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音乐又开始悲壮了。五万的宝牌，哎、嗯欸，有人听牌了，他听牌了，他听牌了，太快了吧！一进去进，哇塞，他塞，哎、欸，他也不立直，那我要快攻了。天哪！他都不要万子，没有问题。我什么都看不到。没关系，看我的混银色炸裂！好牌，好牌！噔噔噔噔噔噔 ，C， 没错 ，C 放枪。其实我手上有两只。哎、欸，哈哈！我进牌了！哎、欸，他也破了，他也破了！被我们弄破的。我抵抗都点很高，我抵抗跟抗，你把他弄破了，压力都点很高。我也进牌了。哇，大家手牌都这么好，怎么办？打个字给我啊！我没有意啊。你可以自摸啊，门清自摸就有意了。可是我能力没有了，就很难自摸。你说冷透华他的能力就是让你很难自摸。哇哇，这我也摸不到。哎呦，哦，对，你们放枪啊！江江很懂哦，一进厅了，没错、哦。我只能等个平胡之类的。哎、欸，不好意思。啊，自摸了。哎呦，他能力也被飘掉了、
300点，3000点，谁是装啊？断幺九一宝牌，谁装啊？哎、欸，你这样他们紧张。装啊，我装，我装，我装。嗯，啊，就是你装，还好还好，只要不要让他的移位就可以，就可以过了。对对对对对，昨天我们也是啊。那就靠你了。啊，就靠你了。哎、欸，能力发动了、哦。怎么没有破啊？怎么不会被打破啊？越来越大。我靠！因为我的牌很好哎、欸。我靠！起手就配牌点高，果然是对的。起手一杯口，然后有机会。还又听牌了。有起手一杯，有机会二杯。我看不到他听什么牌。听胡行事。又是一静听哦，大家。有人说，我还以为是天才放错的。不是。原来是废。哎、欸，两个一万是干嘛、啊？换、欸，我要丢什么？只要再拿到一个一样的，我就听牌了。等一下、哦，啾咪！啊，可以的，可以的。记得很差。哦，来的都不是我要的。NPC 魔王，一进听地狱。是吗？当然不要、啊。他又不是天降一，太扯了，还在一。我要来打一下那个各个人。啊、NPC 吗、欸？有人说放心吧，欸、反正放空的只有乔乔。他听七万啊、哦。七万。嗯。我靠！怎么？拿到七万了。怎么办？你有看到那个牌的颜色了吗？我没有，我这边没有哎、欸。真假的？我可以留七万单掉七万，你知道吗？好，好，那你就单掉七万。等一下，我刚刚有显示七万。本关 NPC 大魔王 ，G。噔噔噔噔噔噔！拜托，发动能力吧，拜托。破吧！没有，没事，没事。哎呦，我这样。天才棒。七万跟六桶，太扯了！我拿一打一桶来一桶，这一定有能力啊！谁的能力啦？哎、欸，我又不可能啊！我的牌很烂哎、欸，不是我的牌一进听都听不了。嗯，天空一二三四五六，悄悄的。我现在做的只有一个亿，就是断幺九。不然我的能力没办法，那奇怪啊，没办法发挥。我啊，我这只角色咧就是暗厅。你说六桶跟多少？六桶跟七万啊。哦。噔噔。我现在拿到三桶，拿到六桶，拿到西风，拿到四饼，拿到二饼都可以。他们放六桶。欸，他们放六桶的话，我现在是单掉六桶。没门清，没门清可以断腰，没门清可以，没门清可以断腰。现在重点是要拿到一个眼睛，拿到眼睛的意思就是再拿到一张一样的牌。我也没有眼睛。二万，我就缺一个眼睛。看，这一定有问题。为什么我明明能力发动了还不来？我是打什么牌他就来什么牌。我能力发动了，好了，他真的害我不能自摸吗？这真的是不大科学啊！可是我刚刚有自摸哎、欸，我也不知道。我练他的时候，我有发动能力，也是有人自摸。丢弃巧巧效果，带着魔王一起飞。不准。哎、欸，对耶，六桶没了耶！直接丢七万给我就可以胡了、啊。没有没有，观众说的很对，六桶没了。巧克力手上一张，然后 NPC 手上六七对碰的话，我手上一张，六桶已经没了。难怪 我手上两张六桶。你手上两张？对啊。你手上两张？我手上两张六桶。然后 NPC 六桶七万对打，然后我手上还有一张。没有啊，六桶说不定就是你听的、啊。哦，六桶是我听的。对啊。哦，我以为你是说他的嘞。啊，我怎么知道会是谁的哈、哦？那谁要丢七万给我？我七万已经吃掉了。缺七万。哎、欸，我各种正听完蛋了。哇，你正听了？正听了。
他的能力是让你没办法自摸。不是啊，刚刚键盘太烂了。真题，大家快看我真题，我想糊不糊？过你水，我过你水，我过你水。六桶，所以六桶应该没事吧？这就是王者的骄傲。菜渣放臭没关系，过他水 OK 的。哼，你又不能糊。没有，我是过你水。来吧。没有。没关系，我真的很容易自摸的、啊。我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对面的牌？因为我们互相在讲啊。电脑听的是七万，应该是。不然就是菜渣听的、啊，菜渣听的是七万、啊。兔兔好窝心啊！电脑搞不好还没听呢。如果还没听，我就可以丢七万啦、啊。啊，不然你看到七万是因为我听七万吗？可能是啊。啊，我他不会标示写听谁的。转听转的很漂亮。看到七万就是你听七万呢、啊。转听可以很漂亮啊。七万跟七万跟五桶。五桶是我的。你看。我转听、啊，都是你们的，你们自己不讲的，还有我们都以为是他的。他根本还没听。白痴哦、喔，白痴哦、喔，我要转了、喔。我们那边担心，哎、欸，我不确定哦、喔，我觉得你深思熟虑。反正七万跟五桶啊，我看到就这两个。丢了，我已经丢了。嗯嗯，那没事啊，所以就是你的听牌哦、喔喔。我说七万，你又不讲。可以转二杯一口，多漂亮的牌。你自己不讲，说是你的。我要四桶，有人要丢给我吗？我没有。哎、欸、哎、欸欸、他放冲啊你哦、你干嘛暂停哦白痴哦白痴巧克力我自己摸到没有他的能力他的能力好烂哦、欸、有人有五万吗不要逼巧巧有五万吗有五万吗哎、欸、不行五万我暂停了谁知道哦谁知道后来进牌进成这个样子早知道就把二桶留下来了还记我要发动能力的话，每局都要胡牌、欸，因为这边可以吃断啊，所以我气一下，加一番。没有，快点让我自摸，剩两张。像是天凤或是有一些打实体麻将是禁止吃断，啊、就是不能打一边，不能吃一边打一边。像是我刚刚二三四不能吃五打二，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竟然可以、啊，所以我是这样子的，都要没了。打五桶了啦，给我啦！不不不不，哦，打五桶了啦！我会自己摸到的。你七留绝啦！哎、欸，没摸到。留局，留局，我能他都没、欸、他没听，他烂死了，又没听在那边。哎、欸，你看我们这样子就赚他三千块，可是我能力就没了。对，我的能力没了，这我能力还会有。我能力也还会有。哦，这牌哇哦，这牌超好！塞，这牌五五六，这就是一杯口，五六七五六七这样子。这么愧是我有点高的配牌啊！这牌来得太棒了，没打反而赚。游戏几乎没声音吗？有三四五六，我调高了，听听看。这配牌真好。再来一个这附近的牌，或者是这个的旁边，或是他都可以，我就听了。一进听，哦，有了。我也是一进听。怎么办？要不要例子？我也是一进听。先不要例子好了。我这只角色不能例子，因为我可以看到危险牌，所以反正我这有意。拜托。小胡桃，一二三四，他是胡桃，哎、欸，感觉应该立直一下，这样就可以有六番起跳。哎、欸，有人的能力被打爆，哎、欸，哈哈哈哈哈，既然看不到，那就立直吧，哼，不管了，啊，小胡桃，反正能力被破了，看不到危险牌，哦，九万啊。居然看不到，你看到九万了，那是他的哦。哎、欸，既然能力没了，就立直吧。既然能力没了，我就胡你吧。哎、欸、，no！ 你怎么能欺人？有人帮他？不是啊，只要他不是第一名就好了。妈，立直一发断腰，一发断腰，一杯口宝牌三，啪！胡桃要死掉了。谢谢。满哦。昨天借的，今天。